老三头，老三头，跑哪儿去了呢？老三头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快起起起起起起，快起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醒醒！大白天的，你说你就在家睡觉，你出去溜达溜达，卖卖单，下下象棋，打打篮球啥的啊？这家可有空就打呼噜，你说你？打球有打呼噜有意思吗？这个打呼噜，同时都伴随着做梦，那梦里，一会儿喜剧，一会儿悲剧，悲喜交加的。拉倒吧，你说话悬不悬呢？那悬啥呀？咋还一会儿喜剧一会儿悲剧的呢？刚才我做梦娶媳妇儿了，是喜剧不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做梦娶媳妇儿那是好事啊。那当然。不是，那咋还有悲剧呢？一掀盖头，咋的？娶的媳妇儿还是你。哎呀，这是我的悲剧啊！你看，跟你开玩笑，说说笑笑，生活不单调。咋的？跟我过够了啊，嫌我生活单调了。哎，你嫌我生活单调，我给你介绍个人啊，咱家楼上就那个大美人啊，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，那一天丰富多彩。那个大美人，你说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，更年期那时候，现在人家可好了，我前两天看见她了。是啊，老淑女了。啊，大哥大哥大哥，嫂子，你咋在家呢？那个没耽误你啥事儿吧？哎呀妈，这还淑女呢？你瞅那动作，给我吓得浑身酥酥。不是那个，我问那个事儿啊，那个就你俩在家吗？啊啊啊！没有来一啥奇形怪状的东西？不是你吗？除了我以外，没有，没有啊！哎呀妈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老范大哥，你说我这啥命啊？我这脚都起泡了。嫂子，你家创可贴没？哎，我给拿了。啊，我啥命？我就是红颜薄命，从小因为我长得好看，男的见了我就喜欢我，见了我就喜欢我，可是就没人愿意娶我呢，老范大哥。有人愿不愿意娶你，那得看缘分。对，缘分来了，是吗？有人追我，真的啊，追我啊！今天早上小区追了十几圈了，我这脚都磨起泡了啊啊！老范大哥，你家你那时候追女孩是不是也这样啊？可追起泡算啥呀？鞋都追丢了。老范大哥，你年轻的时候这么为爱痴狂呢？狂啥狂啊？回家叫他爸给打屁了。用啥呀？用啥？自个儿鞋跑丢了。关键是吧，嫂子啊，我跟你说哈，怎样？他追着我闹心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妹子，现在有人追你，你闹心；等将来没人追你，你还照样闹心。哎呀，如果那一天没有人追我，我该是多么的轻松，那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。你说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，让我长得这么好看干啥啊？这也多愁善感的，这老天爷太不像话。等我看见他，我好好教育教育。嗯，让你长这么好看，这么遭罪干啥呀？就是下辈子让你长得跟我老伴一样。啥？我年轻时候长磕碜呢。不是，你叫大伙说说，长得好看的能嫁我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那嫂子，关键是吧，他追我，我倒挺高兴的啊。关键是我在前面一走，我只要一跟男的说话，他就发疯，然后就比划，也听不清说的啥。我琢磨这男的是不是有点病啊？我的妈呀，这人这脾气，小心眼儿，心眼太小，心眼小啊，个儿老高了啊，那么高。哎，你说这个男人，是不是在咱们小区门口卖碗那个人？就他呀，我见过他。你这里边爬，你啥时候见过呀？上俺家来卖过碗吗？对了，老范大哥，他说他认识你，他还夸你来的呢。咋夸的？说你体型好啊。他体型还好，这人可不是正宗卖碗的，我看是个饲养员。那是不是饲养员啊？快听说怎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是。哎呦，我说老头啊，你追这儿来干啥呀？我不就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吗？你至于吗？
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呢？不是，我们就这个顺嘴那么一说，没别的意思。你顺嘴一说，那说得准啊！放过马，好放过马呀！省不了他们，后来我去嘛，完事去了以后，完这马我就过去，我就咔，弄完以后，那个马就再吵不着，他见我的头。这说了半天，不还是饲养员吗？我说这位弟弟啊，你刚才说一堆话，我没听清几个字儿。你这舌头有病啊？啊，这不是病，啊、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撸串烫的。我的妈呀，咋遭这罪呢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老范大哥说话你也生气啊？老范大哥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老范大哥可是个好人哈，拾金不昧。上次我200块钱从楼上掉下来了，老范大哥都捡了都还我了，我就拿那200块钱买的这件衣服。就这件情侣衫啊？谁跟你情侣衫啊？人家我这个是香蕉，你那个是大马猴子。大伙儿看看啊，大马猴子和香蕉是不是绝配呢？你拉倒吧，你那大马猴算啥呀？你今早我看老王那人生的大马猴子比你那还大呢。你俩啥绝配？行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你刚才说谁还有这跟我这大还怎么的？老王。行。哎，嫂子，快点走！哎，老王。你干什么？我是老范。对，他是老范。哎呀，你有话说话，动啥手啊？我恍惚了，老王。不是你上我们家找啥老王啊？老王他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呢？哪儿啊？一般这个时间，老王都在河边看钓鱼的。对。哎呀，这个太吓人了。刚才不在这儿了，这就跟我吵。谢谢老王，我给他定位了。老王啊，这是咋的了？完了，老范大哥，老王要遇难了。咋的了？我估计早上在大门口，老王跟我说话，让他看见了。完了，老王完了。这事因我而起，我必须得管，别拦着我，我去看看，我去了啊！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你说这呀？哎，老伴儿啊，刚才是不是我把老王给卖了？你哪是把老王给卖了？你把老王给害了，老王是死定了！我叫你欠嘴！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啥呀？你说呀？老伴，没事儿。咋没事啊？你看这大哥看着凶，其实你看他刚才在大美跟前，他就是个小羊羔啊！他是小羊羔，我看他像个坐山雕。老王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啥事吧？我那个有什么事儿？那个，哎呀，真能装，没事儿放着门不走，跳窗户啊？就是啊，啊，我锻炼身体啊。判盐判恁家来了，不走寻常路，你不行吗？去，你给别装了你。哎呀，谁今天早晨在小区大门口跟大美人说话了？没。此时此刻，是不是有一个彪形大汉在社区里对你进行围追堵截？老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在我们家里，我看谁敢碰你一手指头。哎呦喂，老范。你这个朋友没白交啊，太不意思了。严老米啊，你说我这个人哈，我都纳闷儿。我平常我神出鬼没的，你说谁知道我在河边干钓鱼的？哪个叛徒给我出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抓着个叛徒，我是不是你，老范？
我能不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？老黄没在老范家，我跟你说了。哎，我没在，我看你怎么这样？没有，没在。来回来，你不是来来了又不来了？别怕别怕，我去看看，我看看。我跟你说，一般的人我不在乎，就这个样吧，说连说带比，我像个搅拌机似的，不行，我扛不了。这里装不下你，我撞哪？我撞哪？我操！哎呀，哎呀，来来，你起来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你蹲下，你蹲下，你蹲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快快，这有个沙发凳，对，你站住，你站住，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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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。承认了，拦着我，别别别。哎，好，我行不行？我说大兄弟啊，那个在河边见没见着老王啊？见着了，见着跟说话都嗖嗖的撩过来了，这脸呢？脸都看着奔这儿就来了。啊，没在这儿，撩哪儿去了？什么是没在这儿？刚才脑正亮，奔亮来到这儿。没在这儿，哎，没在这儿，不信你随便搜。对，你是干家搜，随便搜。搜啥呀？你刚才进屋还没有呢，这多了沙发，那骗谁呢？这是。真是这沙发原来就在这儿，什么沙发原来就在这儿啊？你家的沙发那腿抖得跟我整的马儿子，不是嗓子，这他妈这嗓子我坐着，我坐着，快点！你放开了，我放撩了，我放了，我跟你，我跟你说话，我跟你说，行，好着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这，我收下手，收下手，收下手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他说什么？我一句都没听懂，我呀！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你他说的我一句都没听懂啊！你怎么能听不懂呢？你他和我说，一般，还有有一个有啥有啥，你懂吗？人家不还有首饰呢吗？他这是啊，有首饰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咱俩想当年追老米的时候，你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。对，就这个，他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。他那是啥意思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他当年和我比划这个手势哈，就说我要再追你，他三天打我一次，就他说的。你还有这能耐呢？你叫大伙说说。我能那么野蛮吗？还三天打他一次？那你啥意思？一天打他三次。哎呦！行了行行行，你松手。我说这弟弟，我得说你两句。这男人呐，就得大度，不能小肚鸡肠的，是不？你喜欢上这个女人，你用心认真的对待她，是吧？让她心里装不下别人，只能装下你。结果这家伙，人家和别的男人说的话，你狼哇的追人家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我看你应该到医院找个大夫，给你好好化验化验。他化验什么？化验化他是不是纯爷们儿？什么对？说的对。你说说你要追我，你就好好追呗，是不是啊？我不就是前天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那么一眼吗？至于吗？你跟我才几天啊？老王大哥，过来，咱俩都多少年了？兄弟，我这边，不是，我是说咱俩邻居多少年了？哎妈呀！你得吓死人了！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呢？这让不让说话呀？说呀！不是这意思，我咋？我这不是卖碗吗？我他在门口看着了，跟我这样家，我就这么我这合计说这完事，这不俩人这不方便吗？我这找我大伙一块儿就咔咔的这样，完事就嘚啦！你说我说的，你咋听不明白似的？哎。这大兄弟我好像听明白点儿，那个你的意思啊，你通过卖碗看着大美就喜欢上她了，是吧？然后呢你想和她单独沟通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想组织一桌麻将。哎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三缺一呀、啊、哎呦我的妈，这哎呀我的妈呀，掌握一门外语有多么的重要啊。明白了明白了，那咱们大伙就帮他跟大美沟通沟通。对，打麻将去。打麻将，走走走，打麻将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
嘴咋那么笨呢？真耽误事儿。打麻将。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吗？不都听懂了？打麻，我张罗的局，你们不是？你等会儿，那个什么，我来伺候局啊。